Colorpop 于近日正式发表了自家白猫系列智慧型手机游戏新作，但令人意外的是，本作竟然是款高尔夫运动类型游戏。这款白猫 Golf 玩法主打正统高尔夫对战模式，并以互相竞争分数为目标，玩家可以透过线上对战与世界各地高手一同较劲。本作舞台与白猫 Project 并不相同，而是在另一个以高尔夫为主的岛屿上进行。角色的部分也取消了过去原有的三头身可爱风格，改采用写实人物。官方表示，本作目标是希望能让玩家体验不同于系列作品中的游戏内容，打造能享受到接近真正高尔夫体验的新感觉。游戏目前尚未公布正式上市日期，喜欢白猫系列的玩家们不妨可以持续关注后续情报哦。